那台北市府发言人陈志涵痛批说，中央政府把重要的防疫资讯暗砍，草菅人命。指挥中心指挥官陈仁忠今天也回应了，他说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，若是北市府需要什么资料也都会提供，发言人对这东西可能不是很了解。要来预估，那柯市长预估的准确很多了，或者要常常在预估。其实他要以他们可能发言人对这种不是很了解了哈，在预估这疫情，其实有各有数学模型了哈，大家都有一定的模式在做一个预估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也透过疫情的，好，我们是疫情监测哈，疫情监测中心，那都会来做相关的预估。那然后呢，我们下面有区管，那区管都是在领导哈，或者跟地方卫生局在合作的。所以这资料在实际上基本上是公开的，那如果台北市政府觉得好相关的资料来，他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就询问来，我们都会一一的来提供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，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 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